精通客家料理的李伯辉师傅，料理经验25年，得过国内外无数大奖与认证的他，淳朴古意的外表，却拥有令人赞叹的好厨艺，也因此受到伯妈与厂商的喜爱，而出过多本畅销食谱书哦。以前是因为家里成员也多，然后还要负责养鸡养猪，对，所以一个农家子弟的乐趣蛮多的。除了下课之外，很多的农忙，那做菜一部分也是很好玩的。我先用最原始的煮饭，烧柴火。那用柴火烧饭是很不容易的哎，对，你们知道吗？不像现在有电锅，这样直接按下去就好。你现在用柴火，你看还去控制火候。滚了以后，然后又如何把这个火撤出来，然后再把盖回那个木灰，再把木炭这样子的火候控制，然后控制得很小，还不要煮到没有锅巴，这都凭功夫了。好了，我点着了，可以开始做菜了。从小生活在客家农庄的李伯辉是位道地的客家小孩，凭借着客家人的应景精神，李伯辉坚持以客家简单质朴的做法烹煮出传统道地的客家料理。其实客家料理来讲，客家小炒是蛮在意的，我们也蛮得意的一道菜。因为初一十五我们几乎都会拜拜，那每个月都会有两次的练习机会。那因为拜拜的生理小朋友也是要帮忙啊，从拜拜的生理里面去演变出客家小炒这一道菜。就是菜园里面有种他所需要的食材，在菜园里面都会有，所以这道菜炒起来是练习机会很多。你说以前读到国中毕业，然后去接触餐饮业就已经不错了。其实3年6个月里面啊，以前说没有薪水啊，厨师这一行业因为不见得是师承啊，那师傅都会看一包啊，真的要放重要的那一部分调味料，他叫我们叫你去旁边洗菜，都不会让你看到。好，为您呈现这一道我最喜欢的客家炒板条。不止精通客家料理，李伯辉更曾因为意式料理的精神感动而精进厨艺，但他不因此而自满，反而更是用谦卑的心要来继续感动所有人。料理是给家人爱心，给客人信心。我是李伯辉，我热爱客家料理。来自白俄罗斯的瑞斯奇，料理经验8年。这位台湾女婿个性活泼，与她所做出来的菜色一样多变。瑞斯奇本来是一名舞者，在一次的因缘际会之下，来到了完全陌生的台湾，却也因为台湾独特的风情，让她爱上了台湾。有了落地生根的念头，也因为怀念家乡料理的滋味，让他决定把远在10000英里外的家带来台湾。他们的全部来这里工作，所以他们的角色，像我的 brother 和妹妹，我姐姐、我弟弟一样啊，所以这样比较开心。因为我很想我家，和白罗斯和台湾的很 far away， 所以我喜欢做很认真。做菜很给我的朋友和我的客人的吃很好吃的东西，白罗斯的。对瑞斯奇来说，料理不是只要食材新鲜就行，更重要的是要有一颗愉快的心。虽然对他来说，台湾人不善表达情感，但只要大家吃得开心，他也就开心了。我觉得在吃饭的时候，大家都会说对了，台湾比较不会说出来，但是会一直叫我一直吃东西。感觉没有距离。我喜欢做菜，我喜欢客人吃菜很开心，他们很 enjoy， 我就很开心。走进瑞斯奇的餐厅，就仿佛走进了白俄罗斯的淳朴乡村，与三五好友一同谈天，体会白俄罗斯的豪迈风情，是瑞斯奇最重要的目的。希望能在这样的氛围中，和朋友一起透过料理，认识远在10000英里外的家乡。Для меня готовится такая огромная шоу. Меня зовут Валерий Резкий, я из Беларуси. 客家主厨李伯辉将要用不同的罐头做馅料来香豆腐，而白俄罗斯瑞斯奇则带来他的家乡料理，用罐头做的俄罗斯煎饼哦。用最轻松的方式来学习罐头的料理，其实因为买罐头回来就是第一抗涨，都刚刚讲对了，对抗涨，然后再来就是方便，尤其白俄罗斯真的他们地大。
地真的很大，你们很大，对不对？那很多地方不靠海，所以你发觉罐头最多的真的是海鲜最多啊。对，这个我们不要浪费，我们家等一下煮俄罗斯的红色的 cocktail sauce 哦，鸡尾酒的 sauce 不需要浪费。哎，真的哦。对，这个好吃。但这个不会有罐头味道吗？对，要尝有吗？因为海鲜的那个味道就很浓了。反而不会有那味道。对，金鱼做太久，所以里面的营养的东西快没有了，会不见，对，不见。可是有骨头的，骨头不用再挑，不用浪费，里面还有 CA， 哦，钙，他说还有钙，对，这个要吃，所以我们就是摸一下。罐头最好就是那个骨头都可以吃，对，都酥酥的，哎呀，一下就化掉了。而且罐头好处就是你配菜，你不用再调味，它已经调好味道了，味道重了，真的。而且有一个边它边压的同时，我教大家哈，就罐头怎么保存久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哎，还用保存吗？它反正在铁罐里面，不是传承了之后挖出来的都还可以吃。哦，但是问题是，如果你在家里，你家存你没有盛嘛，对不对？我是说，因为毕竟那个东西会锈掉，然后如何保持不要锈掉、不要坏掉、不要氧化，就是一个最简单的。你的罐头除了不要过期之外，要常擦拭。哦，没事，要擦一擦，就把上面擦灰尘，擦灰尘跟水汽会让它锈掉，锈得快。所以你是用那个加了蒜头、奶油、蒜头，要爆香。现在蒜头用的比较多一点点，洋葱、洋葱。哎，你慢慢的看我们的节目有概念了吗？西式料理他们都会放大量的洋葱、洋葱和蒜头，有看到出来哦。好香，洋葱就是要让它金黄色，让味道出来。好香哦！我们煎要金色的，金色的。然后我们加这里面 ，OK， 再把罐头放下去。这里我说没有很多很一样的东西，因为我还有再一个。这是什么？台湾的都，台湾人有吃白饭，对，所以有多的饭可以用一样，饭也可以 ，OK。白罗斯的马铃薯，马铃薯，马铃薯，两个可以用，两个可以用，好。一个马铃薯，一个饭，饭呢要200克。好。马铃薯一样的，两百。有马铃薯，有饭呢。一比一，一比一。啊，一个鸡蛋。一个鸡蛋。我放进去里面，加饭。你喜欢辣？我喜欢。我喜欢。黑胡椒。我加多一点点，好不好？好。你看，爆它一下，果真有效。因为妈妈家里做，要给小朋友吃，不要加辣太多。不会，小朋友还好啦。那是辣椒吗？等一下，胡椒粉。等一下，我们做很可爱的、很可爱的。而且我跟你讲，他平常做菜没有这么可爱，是因为你来。哎呦，没有，是老婆在前面啦。不是不是，他以前老婆在前面，他是结巴；你来，他没有结巴。他脸红了。OK。好香哦。而且他这样一赞美哦，他整个人都快飞起来，他脸红了。他老婆跟我讲说他脸红了耶，他脸多红，你脸太红了吧。